做一个中华美食的老饕啊，那当然是很不容易啊，因为中国菜是世界上我们觉得是最棒的菜。你知道中国人的菜里面，不管是冷菜、热菜，都有它一定的品赏标准。我们吃一个菜，不是只是感受它的温度，你必须在舌头跟牙齿上面发挥你的绝对的感应，让你去看看这个菜为什么要切成丝，这个菜为什么要切成丁，这个菜为什么要剁成泥。就像西方人吃马铃薯泥一样，可是中国人吃东西的时候，不但让你吃那个感觉，哦，那个马铃薯泥，哦，或者是那个茄子泥放在舌头上面的时候，你要感觉它，它里面还放了什么样的调味。中国人的调味啊，真是不简单。所以呢，你在吃的时候，你还利用你的鼻子，先要去用你的眼睛去看这个菜上面的颜色，表示这个师傅他在做菜的时候，他用的是什么样的火候，是强的火还是弱的火。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做菜的颜色上面呈现出来，他这道菜烧了多久的时间，花了多少的准备功夫。当然最后是你吃到嘴里的味道，刚入口的味道，菜的温度是热的，然后咬了以后，那温度慢慢降下来了以后，菜的味道是咸的还是甜的，还是慢慢的有些其他的酸味，或者是一点点辛辣的味道慢慢的冒出来了。这就是同样是亚洲菜，中国菜、台湾菜、日本菜、韩国菜、泰国菜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你要品赏中国菜的话，你到台湾来，会有很多的专家会很热心的告诉你，在台湾吃中国菜你怎么去吃它，这会是你一生中最难忘的一种经验。吃中国菜，不管是吃前菜，或者是主菜，或者是吃甜点，或者是喝汤，甚至于是青菜，或者是饮料，你都会觉得吃中国菜真是有学问。